你看，太好了！万一你截住了，也可以考虑换个嘉宾。其实我们还是，来，这次我们这个姿势。 我说实话，我知道怎么玩了。先讨论那十个的事，对不起哥。小鱼的言论仅代表他个人。我刚刚其实根本没说话，我不同意的。是跟苏大哥和让让跟张远的态度无关，好不好？也祝这个小鱼以后事业顺利啊，再演艺圈大红大紫，好吧？刚才来了一阵风，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对，后面还有好几期导演，我们四个就准备临时开始组一个组合了。我还是回道具组吧。